白色的狗，竟然还有路人的忍者村村，哎、欸，就算我没看来，我觉得认不得村村，你选吧，好，我选。不行啦，我一定要贴那个单身狗那个给大家看。好，先开始好了。他谁？他谁？观众摔一波，他谁？可恶！我跑出我的职业水手的水准，如何一句话惹恼刘春春？他谁？看完了，小狗脱飘，小狗倒了。他跟我同队，为什么他狗是红色项链的、啊？我也才三年没开台而已。小狗倒了，可恶！刚刚说他谁是谁？认不得春春，用实力让你认得。没事没事，还追得到了。虽然我开的是一只狗。不，这只狗不太行。看它只会叫啊！哎，为什么它的法圈跟我不一样啊？哦哦哦哦！这个脱标有没有？哦哦，刚刚那个小狗脱标，我掌握到小狗脱标的诀窍了。666，哼，想瞧不起小狗，我就说春春很厉害不？所以春春是谁？所以春春是谁？你能量大了，可恶，我不要再这样玩了。所以春春到底是谁？疯狗，小狗倒了，知道吗？他谁？所以他到底是谁？哦，我要离开这个伤心地了。有没有？我跑了一场，随便跑了第一。下一场，啊，不行不行，没人